主料：黄豆芽500克，白菜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2克，辣椒10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黄豆芽备用，葱切段备用，辣椒洗净备用，白菜切条，辣椒切切大块备用，豆芽洗净备用。炒锅上火烧热，加油烧热，加入豆芽，加入盐，加入酱油，加入葱段，加入白菜条，加入辣椒，准备出锅。出锅装盘了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